现在的社会缺乏的就是公正公义，好的呢我们要来推广，至于不好的一起来预防。所以呢，各位好朋友，假设你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欢迎你们加入四位网络电视台，我会教你们怎么样通过影片把这样好的跟不好的我们在网络上来作为一个评分的标准，让我们的社会会更加美好。四位网络电视台等你的加入哦。